正在收看公共电视。现在为您播出《有话好说》。 就没有理由欢迎收看今天的五位好话共演》，这包我是朱启林短信从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六十年前呢，国民政府迁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有非常大量的军队以及眷属一起跟着来到台湾，这样子算一算，也已经六十年了。 六十年来呢，其实这些所谓的外省族群在台湾早就已经落地生根，而他们生根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眷村哈、啊，在台湾其实这六十年来，眷村文化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 这一次，我们的在地开讲要带大家到桃园到三重去看一看到底眷村文化跟我们所认识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到底眷村有什么美丽？而到底这样子一个外省文化对台湾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对台湾整个文化跟生态又丰富，让我们变成多么美丽的一个样貌？欢迎收看今天有话好说之在地开讲。 很多人会怀疑讲，哎、欸，阿您个公司做在地开奖，唔是卡贝钓了去训练大西啊，吼，还是去宜兰啊，吼，都做一些所谓的真正的在地的地方。为什么这一次在地开奖要选择眷村，要选择桃园龟山的眷村，要选择三重的眷村？其实对我们来讲，眷村早就已经是在地一个非常无法抹灭、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地文化了，吼。 到底眷村跟台湾整个历史、跟台湾整个文化发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而眷村的保存，对未来我们留住这整个历史文化记忆又有什么重要？我们先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首先，我们欢迎是资深艺人，他虽然不是外省人，虽然是台湾人，可是他跟这些眷村的子弟有非常浓厚的感情。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是跟眷村的这些好朋友在互动，对眷村文化也非常了解。我们欢迎资深艺人。 成熟丽，淑丽姐，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欢迎哈，在桃园非常努力保存现在桃园的眷村，现在这些建筑样貌，我们知道桃园其实在族群是非常非常丰富，有客家人，有闽南人，有原住民，当然也是眷村最大的一个现市。我们欢迎桃子园文化协会的执行长严玉莹，严执行长。 你好，新聪，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大家一直想袂到吼，你、哦、双林埔台北县三重这个地方，大家讲哦，双林埔遐人绝对拢好多人啦吼、哦，应该可以让们进驻然后，可是，在那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眷村，叫做空军一村然后，咔、哦、嚓空军吼，一、哦、些眷村是的是在双林埔下我们欢迎三重空军空军一村的村长王继兴王村长。哎，大家好。 还有经常在为了这个保存眷村文化而努力而奔走的中原大学景观系的副教授陈朝兴陈副教授。哎，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大家好。我们其实要先从一个故事来谈一谈，然后六十年前呢，有一位阿兵哥是外省的阿兵哥，他姓董，现在大家都叫他董爷爷。在六十几年前的时候呢，他为了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那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澎湖的一个女孩子。 两个人呢，虽然那个时候因为本省跟外省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跟敌对，因为那个时候大概二二八也才刚发生不久，所以那个女性的这个整个家族呢都极力的反对，极力的反对。可是董奶奶呢，还是毅然决然的跟着董爷爷来到台湾，定居在桃园龟山。 这个故事其实象征着很多很多人在那个大时代的时候呢，所谓的颠沛流离，可是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的故事。在讨论到底眷村有什么重要，眷村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一九四九年六十年前整个外省族群大迁徙的时候，多多少少的这种浪漫，可是又是充满心酸的爱情故事。 爱家，你永远不后悔。这首《梨花泪》是八十四岁的董爷爷和董奶奶的哪首歌？也见证着两人爱情坚贞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中国内战失败，董爷爷随着国民政府军队来到台湾。当年还是个小士官的董爷爷，在澎湖看上了杂货店里的董奶奶。 在二二八事件的族群冲突记忆依然深刻的那个年代里，家人反对两人的婚事。不过，董奶奶还是决定半夜离家，跟着董爷爷来到台湾。以前在南部，在南哇吃饭泡酱油了，<laughs> 真累了<啦>。早期为了反攻大陆，董爷爷必须跟着部队移防，举家居无定所。 后来政府安置眷户开始新建大量的眷村，董爷爷和董奶奶也在五十六年与桃园龟山落脚。因为没有小孩，因此分配到一房一厅的小房子。后来房子不够住，就开始往后盖、往上盖。绑钢筋了，在上面弄个二楼，钢筋什么的，他不还要招小工吗？说都我太太，那时候我在部队上不行呢，我哥哥、我太太都自己绑绑绑钢筋，江西仔的，反正他。 他结婚完了，保姆不小，也吃不小的苦了。经过一甲子的岁月，反攻虽无望，倒是子孙已成群。偶尔寒籍的新台湾之子开始生根，日久他乡也成了故乡。不过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因为眷村改建，又让他必须过着在外租屋的迁徙生活。上边不助根本就不够嘛，八千块钱。租了直到这个房子分配了以后，盖好了以后分配了。 这才搬过来。几年以后，董爷爷住进了新国宅，不过好像不太自在，觉得和以前眷村的生活差别很大。<noise> 就眷村的时候，房子虽然很小，大家的邻居都住得很近，互相的感情互相照顾。现在住在这个大厦，现在邻居你看，互相的对面都这这都都很少见面。 虽然少了过去的嘘寒问暖，但眷村故事馆的出现，让董爷爷和董奶奶有机会到故事馆里当志工，带领游客了解多元的眷村文化，也仿佛温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光阴故事和曾经熟悉的记忆。 实际上，我请教你然其实像董爷爷跟董奶奶，其实是非常非常典型在眷村的故事啊。请问阿公嘛，先生，因为伊昨天嘛讲嫁外省人哈<對>、啊，但是他讲有人他反对讲你千千万万你都唔通嫁外省人，<對>但是足侪人讲你尽量嫁，因为呢外省人较听无。 哦、嗯，真的比较温柔一点，然后也比较懂得体贴了哈。对，像董爷爷、董奶奶，其实，在现在是县光二村这样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然后现在的县光二村长是什么样子？对他们来讲又是多重要？嗯，这应该是这样讲，就是目前像董奶奶跟董爷爷这样的故事，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嗯、他们算是一个非常，你说他是特例，他又不是特例，可是他们真的很很经典。用现在的年轻人的话来讲，他真的很经典啊。就是。嗯 董贝贝去到那里，然后看上了董妈妈，啊、那他们就天雷勾动、啊、地火，天雷勾动地火。<laughs> 地火对，那这个天雷勾动地火的情况之下，你谁都阻挡不了嘛。嗯、<哼>那董妈妈那个时候是他们借了一套军装给他，整个部队的人哈、喔，连同连长哈、喔，连同里面的这个长官，他们都赞成说要这个董妈妈嫁给董爸爸，嗯、<哼>所以他们是整个弟兄，整个连上的弟兄一起去。嗯 帮助这促成这个婚姻的，<制>所以是什么意思？我听不太懂。轰轰烈烈，他们是在澎湖认识。澎湖认识，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董奶奶为了来台湾，只好女扮男装、欸、啊，穿军服，对对对对对对，她、啊啊、那个时候为了要来，因为不方便来，家人都反对，然后所以他就穿了军装，然后穿了军装以后就跳上了那个船。 就跟着船这样一路来到了台湾，没有人知道，除了那个军中的弟兄知道之外。所以这个其实是要很大的一个决心，所以你现在轰轰烈烈的，<laughs> 非常轰轰烈烈。<laughs> 所以你现在看到董妈妈跟董爷爷。